要看你啊啦，笋过一吨，所以你今仔日你爱把你的身体顾好，你顾好，像这呢八九十岁啊，完了了，嘿啊，安尼你的人生就较有意义。啊，无你到咧啊七十外岁就倒伫遐，啊，上天乐意，这是些拖西人，今仔拖西人。这是一个月要送三四万去养老院的，啊！你若十年不死呢，就是五百万，啊！五百万，咱卖支出五百万，咱就退了五百万，啊！就一千万了嘞。啊！你为着讲哦，啊！我都来掰蒜头啦，切葱啊啦，啊！迄个迄个切绿菜啦，啊！其他都不去。安尼，我有耐心哦。阿伯起来先跳好，老金不要等你。老金不要等你是无阿金哦。你若系去做神哦，即个囝孙阿嘛欢喜哦。你若无去做神，上天乐意呢。你一年两年一年过，甲十年一样去做神，即个囝孙阿钱多。